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赵伯，你这是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乔宇刚刚进去了，陛下，陛下又改主意了。陛下怎么能这样？ 哎，我是不是当不了大将军了？啊，赵伯，我想想办法。 陛下，切莫一失足，酿千古恨呐！曹宇他用妖言迷惑陛下，要陛下摒弃五位将军，任用他自己，他这是要灭我大魏，岂惜可诛啊！陛下，燕王身为武帝亲生，帝位尊崇，他离皇位很近呐。倘若陛下身后， 燕王起了异心，谁能弹压？陛下，权力面前没有父子，遑论叔侄啊！五位将军少年耿直，其父曹真效命三朝，赤胆忠心，门风未染；五位将军耳濡目染呐！陛下，此时你怎能舍弃忠良，反而把大好江山让与虎狼之人呐？ 陛下，请陛下下诏，召司马懿回京，以定人心，以免再生变故。陛下，随你们。 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恕臣不恭。陛下，陛下，在哪上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陛下，这是要造反吗？你们闪开！陛下旨意。 随我们，随我们，走开！啊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呢！你们，陛下，恕臣不恭了。这帮乱臣子，忤逆犯上，亵渎陛下，诛狗不如。为了大魏江山，臣 只能如此了，你们禽兽不如！你们要翻天了！你们，陛下！啊，陛下！ 你们都给我闪开！闪开！都闪开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容臣用刑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醒醒！陛下，你醒醒！你说说话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不要瞎奴婢！陛下，臣告退！陛下，陛下！ 陛下，你醒醒！陛下，你醒醒！醒醒啊！陛下，醒醒！陛下，醒醒！